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这只猫一分钟倒地八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猫哥啊，今天是欢乐四排，先来个五奖竞猜啊，问哪只猫倒地起来最快？是不是很多人选黑猫啊？错啊，其实现在是点了三级被动苏瑞啊，尤其是今天这把，属实给宝哥震惊到了。我们一直击倒猫，它一直起来最快奶酪啊。哎，国庆过后猫鼠视频流量确实不行了，看视频记得先点个免费的赞滞销，让我们回到游戏吧。以前看《骆驼历险记》还挺感动的，我也被感动了。我觉得那个主角，我也被感动了。我觉得那个主角，我一直觉得那个主角那个不是那个摩托车不是自爆了吗？最后可以，继续去看。你看的话，那你应该是20岁看的呀。啊，又是啊，这个是苏瑞还是图纸啊？啊，苏瑞。Later。上面出的啊，中路出的，在中路，完了我走不掉了。玩了猫才知道猫咪有多难受。中路，下去。不是说没有啊，特别难玩，有要是你我都没腰，没腰尾巴。要打的话得多打一打，有面粉有面粉。你要是几天不打，直接就走。主要你猫本身就那样。你吹你的牛吧，以前不知道是谁段位还在我地，在我下面庆典记，S1的时候庆典记是吧 ？S1的时候不好意思说。那我又不是一开服就玩了，我7月份开始玩的，那能一样吗？我第四名的时候还是第五名的时候，瓜还是第七还是第九啊？然后第八好像是眼镜。那我7月份才开始打的呀，六月底开始。一说到眼镜哥，我就不得不说说一段往事了。他跟我打比赛啊，为了想拿冠军，充了6000克那个乘胜追击这张卡，你知道，后来比赛没用。我不知道他有什么东西没有，但他护盾应该是没的。我不知道他在哪儿。哇，在我这呀、啊！他没下来、啊，你看我路线不就知道了吗？哎，我护盾去你妈了！他打了我一顿判揍啊，把我好吓死我了！我差一点就起来了。哎，我们往右边再爬一爬。我要等一会儿，我要吃个东西。啊，我来吧，我来。他放夹子了。你有隐身是吧？那你去吧。没隐身，我隐身过去了。哎呀，我也去。有夹子，10秒。来不及。我操！抓你！跳起来！往我这边的，我直接把他打死。你算了吧，打死了不能。痛死！哎呦，还好。那我摸一下。烟珠。推了吧，应该推了吧。哎，8秒、7秒、6秒、5秒。推吧，走了。哎，别！哥，怎么3个球啊？被绊住了呀！现在改了是这样子。哎，我抱着，开始飞天状态，飞天小女警，我走了。哎呦，吓死我！走了。在前面打去了。推完。哎呦，我没了。但是快！哎，电池！别哥，给我！电池在哪里啊？电池碎了！你能不能不要抢别人电池、啊？我人都麻了呀！我的电池！哎呀，我被那个东西敲晕了！啊！别！哎呦，我的电池啊！我想用那个电池丢你身上了！我菜，你小子还想砸我？我自己就捡到了呀！我人都麻了呀！我能救。下还有夹子。对，棋子有夹子，棋子有夹子。爆炸西瓜，完了，绑我了，糟了，兄弟，糟了。这要10点球。绑我，等一下我就秒飞，我就手飞了呀。哦，下来是，那我秒飞了。秒飞了，没办法。别说了，抓你们，没抓我，抓你们。我走了。我肯定走了呀，直接飞走了呀。我也走了。他装管道了呀，这一波。完了呀，那洛克西抱走了呀，怎么说？再见吧，朋友，我过我走远哈。直接关过来就是一点事就没有了。怎么？他现在就走餐厅了。餐厅就没秒飞了呀，而且这样你飞一个笨蛋。那你刷夹子要赶快啊！啊，没事，你再拿冰块吧。哇，你去送去吧，划掉。没事，我可以把那夹子都推走啊。来，人群一波，安排他。我刷不能量。OK。等洛西能量啊，安排他。我们量还差一半，等一会儿。很残，一滴血啊！我来。两个睫毛，危险！来了，我来了。
等于机器猫呢。家族没有，哪有家族？给你抓走，这不是你。走不了了呀！等他，等着他来。哎喂，一刀兴奋兄弟，他兴奋，我人麻了。对，一刀啊！不忘记跟你们说了。哎，那先撤吧。哇，又起来了！哎呦我靠！没，他起来太快了，我头盔没时间了，我不能给你护了。你垫自己吧，你小子。炸死了！他又起来了！头盔，等头盔！对，不着急，兄弟，兴奋，很危险！能开头盔了！你还想把他打死了？我来了！怎么卡叉子在这儿？算呀！你搁在后面看我慌！我没血呀！哎，我怎么三秒冲过来能被狗逮的呀？那这要起来！哎，大龙死掉！小心！哎呀，把他打死！把他弄还打没？不行，我得刷能量。有车吗？你有车就开一下。我开了个夹子。死了！快！又推不完！快！哎，等头盔，不着急。嘟，他又死了。又起来了，很快的。没跳舞了，要没了，要没了。哎，怎么死上去吗？哎，又来了，顶不住，砸不住。收他，死！我操，那人动吗？哎，这样刷钱啊，很有钱、啊。来了，兄弟们，死了，四连击倒，六！哎呦，吓人！哎呦，秒飞！又走了，秒飞！防我？我也走了。这么刺激吗，兄弟们？哎呀！啊，这个秒飞了，不能死，兄弟们，这个秒飞了啊，这就没了啊。我是拿果盆。啊？靠，砸到啥东西了？砸到多少？应该砸到墙了。没砸到墙、啊。对，因为你砸到那台阶子了，估计你砸到那台阶子、台柱子了。开飞船。然后不让我们砸墙，你打死他！给你来一拳！他修了，他用那个金锤子了。那没事，反正我们让变大结束。打他呀，打他人啊！我又打不动他人，他跳不结束，怎么打得动啊？垫了下，怎么说？垫了下，擦一下，我上橘色，打倒！哎 ，nice！ 我激动，还橘色。嗯。哇，这把真的，哎，这把真的打爽了，好吧？倒是真的不是故意打毛的，真的没办法。输了还是比较怕这四排打架队伍的，中间那波大小真的太搞了，真的笑死了。好的，最后喜欢的别忘记这个了，咱们下期再见。